一个无人的海边，海洋来来又去去，有太多的记忆，快乐比想象的心，脚印无相对，沿着海岸引落去，谁知影你伫倒位？特别寒冷的冬天，捧着一杯乌咖啡，想体会为什么你会这爱这个味。苦苦的咖啡，透出幸福的香气，饮落才知辛苦拢无甜。那怡琳呢？老师好。怡琳唱歌，两个比较起来，我觉得怡琳唱歌多了一点点细节，细节更多一点。好，那可能也是比较有经验，但是就比较油调这个部分，把握住那个分寸，我相信你都会很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怡琳老师好。其实你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歌唱老手，你在于唱歌上面你的技巧很多，然后。我其实有点担心的部分，是因为就像老师讲，就是有点会太过油，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讲话，我们现在讲的都很自然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说用演讲的方式在讲话，是不是不自然？就有点过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唱歌的时候也一样，如果说你因为你很多会很多的技巧，把技巧通通加在里面这样去唱的时候，基本上情绪就不会太真了，因为你是用很多技巧去做情绪的。如果说用很自然的方式去把情绪表达，更感动人。好，给你建议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，谢谢。